啊，包女一半，莫干辣一半，对面爱玩啥玩啥。小炮在对面，没有，没在对面，他是几个拼音。但我的打野还需要就是套路更全面一点，我觉得。一般打野是什么时候在这个位置插个眼儿？我想看看那奥拉夫到底是红开是蓝开。미니언들이생성되었습니다哎呦，这明显的是瞅着我了。行，我知道了。奥拉夫刚克很凶猛的，我这把想一想怎么刷啊？我刷一波速三，整了得了，我看他马上要那啥了，不敢了，马上回血了，看见奥拉夫了啊，还是慢，我速三都没有人家刷的快。奥拉夫速四，上路让他去抓，我们可以往中路走一波，那波往右边走来。等一会儿，别着急，我不可能说是往下走来。这波往下走，你可以跟他 A， 这明显知道这是有眼儿，你知道吧？很明显这里头是有眼儿的。我们把下路蟹给他收了，然后中路吸血鬼要被抓，我们在右边帮他反蹲一手。帮他反蹲一下，如果拉克斯不出来，奥拉夫也不出来，说明什么呢？说明他们不干渴了。来，可以试试。这么难抓，难抓回去刷石头人，不用着急哦，慢慢刷，刷到1000块钱回家。这边奥拉夫下来了，哎呀，真得下了，没事，没事，不去了吧。这就别去了，这着什么急呢？
1000块钱回家。是不是打小龙呢？我瞅一眼，让他勾来，减速。技能打不到，留不到人。出个耀光。猴子刷野看着都费劲，确实费劲，哎，老费劲了，贼难受呢，野刷的。阿古力他也是。下路人有点多，把他鸡给他偷了，偷个鸡。给他留一个吧，这是有眼看见我了，把他鸡偷完，我们这波再偷他一个小河蟹。好，腰着把船交了，啊，腰着把船交了。那落手下去干啥去了？你回你的上路来，你回你的上路，这波我帮你抓。放线儿。这波这个腰子是一定能抓得到的，1%能抓得到，只要这落手上去跟他拼，等他交易来。这是必死的啊，死完以后把峡谷打了。不会要秒我吧？啊！天，交了个闪啊！行，我们用中单的一个闪现换来一个不打峡谷的机会也可以啊。这确实没办法，他硬要打我，我就只能让他闪，下波我就抓中啊。他不是闪过了吗？下边我抓中峡谷，我不要了，峡谷不要了，咱把这鸡打了，又他妈开始吵架。腰不要了，出把长剑出门。等大招好了去中，把中路抓了，正好往左边走啊，这波往中路走。
哎呦我操！那锤石可能过来了，没法要，不要了，给了吧，不要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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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锤石100%是过来了，锤石，不要了，要不了。给我越来！这奥拉夫往下走了，不行了，越要越就得快点越，难搞，不好抓，抓不了。你下路打也打不过呀。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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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啊，有点勉强了。他狂风之力了。我没看他装备，我要看他装备，我不能上。他他妈狂风之力，他有两段位移，我们杀不了。下路劣势，中路劣势。哎呀。上路还不好抓，上路马上有闪现，抓不了了。我本来是想抓中的，你知道吗？但是吸血鬼让人耗没血了，我去都去不了，我只能去下路，我上路还抓不到，没有办法。那下路这两个傻逼又开始吵架，怎么把把这样的，真膈应人。我只能期待对面的下路别往上走。这波不交大，他很100%是闪现。可以，这落手可以。帮这哥们解放出来。那塔全没了，我根本就抓不了。跟我来来，那辅助从右边包。哎，这个锤石真是他妈的，这锤石太膈应人了。可以呀。
哎呦，我吸血鬼不错啊，别死吸血鬼。自己清吧，不管了，这波去下路帮金克斯。没什么送塔了呀，不需要送塔呀，着啥急呢？随时往下走，波比往下走，我这河蟹没法收，不去，我直接往右边扔，赚大，我直接闪现。这奥拉夫他妈的是疯了是吧？这没有个人吗？就硬杀，我操了，就硬杀。这样都打不死，就这一点办法没有了。他从这个位置追到我们二塔这个位置，能死了两个人还没杀了一个，也是实在是都没办法。实在是没什么办法。中路收线吧，龙也打不了，没有一把就是能打得了小龙的。没打断吗？我看啥呢？小失误，没办法，没办法，只能是没有办法，兄弟们，这把只能看着吸血鬼跟着落手来了。啥也要不了，打架打不了，没办法打架，根本打不了架。你去收那个，那锤石跟那个小炮就得来，锤石小炮一来，我们家落手不在，我们家落手不在，你说这个架该怎么打？这个架应该怎么打？怎么打得起来，兄弟？怎么打？怎么跟对面抢峡谷先锋？怎么抢？可以说是没办法抢。这玩意儿我留还留不住。你看，留还留不住，没控制。咖里奥也上不去，没有办法，一点办法没有，很难玩。士兵拖后期，
那这不再拖后期呢吗？那没办法，那就只能这么玩，只能拖。上路又打不死，你点的信号干哈？那都上野区来找俺们来了啊啊！那都上野区来找俺们，都是往脸上跳了，这都这咋整？咋去？大龙咋去？你说咋去？中路收兵，你不给我探视野，你说这咋去？没法去，没办法。也不是说我不带节奏，我根本没办法，一点办法没有，只能跑。人家 AD 都直的欺负脸，我都打不过他。风龙龙魂还行吧，风龙龙魂还行吧。哎，抢下来了，可以啊。打到现在连他妈十一级都没有。金克斯没在，你开不了。你给我单吃一波经验。只能我闪现，他闪现，我们开一波，试试能不能打得赢。人家家有锤石，没办法，留不住人。你在这狂什么？你有什么好狂的？你跟我俩狂什么？아군이당했습니다아군이당했습니다포탑이파괴되었습니다这把猴哥劣势没办法，对我我是不是我的锅，没办法，确实是没办法。我抓完上路，人家家中单过来把我的那个血量啊打成剩这么一丝血，人家交闪了。交闪以后呢，我本来想帮中路抓。中路两分钟没动弹过，两分钟没动弹，两分钟就血就永远这么一丝儿，我没办法抓，抓不了。下路有锤石，加疗留人留不住，抓不了，也抓不了。我能抓只有上路的吧，别的地方没办法抓，抓不着了，抓不着人，玩吸血鬼也没控制，连减速也没有。下路还吵架，小炮十分钟狂风之力，
我只能抓上，我这不抓上路，别地方根本抓不了。小龙咱也打不了，那下路战斗力也不行，中路战斗力也不行，我就只能拖。我们拖吸血鬼的发育，就只能拖吸血鬼的发育，再拖吸血鬼。等什么时候吸血鬼能一打五了，也就差不多了。否则就只是慢性死亡。他老跳我脸，确实有点烦人。那猴还是不行，还是得玩蓝波，刷野慢，刷野慢，战斗力也不行。除了能跟着瞎子对对位，其他英雄都对不了。刷野慢还是最重要的。关键兰博他们老绊，我这不选不到啊。随时也有闪，全闪现，挨个闪，因为根本打不出来闪现呢。奥拉夫进我野区，我连个屁都不能放，他没进过我野区。他都没进过我野区，而且我们同装备的话，野区不怕他，野区他打不过我们。那奥拉夫六级能打过猴吗？你净扯淡。那有个红惩戒的猴，那奥拉夫能打过？根本打不过。给了吧，大龙不要了，我们小龙换大龙。拉克斯要拿大抢，不着急用惩戒啊。如果拉克斯大招把我们龙抢了就完了，可以杀。看他敢不敢过来吧，他不敢过来的话就算了。蟹手差他妈600块钱，28分钟一件装备，哎呀，真是没地方打钱呢。人家这豪华四件套，我们一件装备，打你妹！哦呦，剑马痛苦，投降？你跟我说打29分钟完事，你跟我说投降？投什么降？血条消失术。回去守奥拉夫，这顿拆呀！给吧，你没办法。上路收兵。
还行，现在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超级兵过来，我们能吃经济，对面吃不了。哎，我说实话，就这阵容后期打对面不随便打呀，有点随便打那种感觉。就是怕拖不到，那吸血鬼已经很肥了。我们直接从后边来啊！落手死了，你的奥拉夫跟个畜生似的，这怎么勾着我？你不杀那波比，我们就得全死。还得来波兰博拉野。